大家好，今天去山里采一点有南方人参之称的绞股蓝，拿它来晒干了泡茶，制作茶饮。我们大山里面好多这种绞股蓝，有五叶的、七叶的，还有九叶的。现在去看看能不能够采到。看这里，就有一大片的绞股蓝，看这些都是。看这里整个水沟边，这些全部都是绞股蓝。看这一大片全部是绞股蓝，都是野生的绞股蓝，都是七叶和九叶的野生绞股蓝。这个可以用它来泡茶的，可以制作茶饮。经常食用这种绞股蓝具有保健的作用。这种绞股蓝它的性寒，脾胃虚弱者，不宜长期服用。看，这是七叶吧，七叶绞股蓝，有的也有九叶吧。绞股蓝它有很多品种，有五叶的、七叶的。像这种七叶的，就是属于绞股蓝的奇品。这个野生的绞股蓝七叶的话，它是最好的。这个可以拔回去晒干了泡茶，有降血脂、降血压和保健的作用。看这个叶片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、四片、五片、六片、七片、八片、九片。这个绞股蓝是叶片越多的那个品质就越好。看这个是好像是九片的，还有的是七片。现在拔一点回去晒干了泡茶。这些全部是，这个是七叶的，还有九叶的，这里面还有好多是九叶的。看，这些都是七叶的和九叶的，这些是九叶的。好了，你看，拔了这么多，差不多也够了，这个泡茶也差不多，这有这些就可以了。现在回去把它晒干，拿它泡茶。